在大学的时候组了一个团，也是唱歌跳舞的。你可真行。看过。以前跳舞太傻了，就我们自嘲。不了吧，太黑了，太黑自己了。我的天哪，何为？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化眼妆，我自己拿那个粉，黑粉，抹了两下，然后上台了。帅气男团。然后那个时候灯光又是贼闪，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跳什么，就是闪的我自己眼睛都是花的。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跳舞，我觉得我跳成这样其实还可以了，就真的是第一次跳舞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跟合唱师真的是，太恐怖了。然后我们不是分了两个队吗？我是第一个队，他是第二个队。那个时候我还觉得合唱器跳舞挺好的。没有，现在看一下，什么？失败？对对对对对。何为？你看何伟的以前跟现在风格完全没变哎。但他那个时候真的跳得比我好，就是他是有力的。一个月，完了完了，要 solo 了，还破了一个音。哦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舞蹈老师就是我们同学，对，没有老师来教，是我们自己抠的，然后他来教我们，是，然后刚刚好我跟他是一起选到去当练习生的，傅艺勋。那个时候在干什么？读的一直蔓延从头到脚都不正常。